红林宝宝们，你们都进来了吗？我挑了一个饭点儿，我们刚刚那个拍摄完，拍摄还没完，但是现在放饭了。然后我来找你们了，我看看你们进来了吗？李雪在吃什么？李雪，在吃塞糕。吃播啊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哎呦，我好饿呀！我这买了一些快餐，吃啥吃啥，吃这个那个啥，这汉堡、鸡翅啥的。哎，我现在在哪儿？我在我们那个这么难行啊！这么难行，我在讲公司，在公司呀。这么难行，然后他们，哇塞，你不知道他们准备这些好多东西啊！你看这，你现在就给我，我又不吃。他每天在公司里面，你让人觉得你们每天都在玩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他不是为了给你准备。等一下啊，我今天要长这样。哎，哎，这咋挑来着？在这。哎，我给你们，我今天要长这样。没有。好，现在没有。哎，我好像每次我都玩这个。呜、哦，快看，嘿，我有大眼了。你们真的好安静。我调回来。别美颜，不美颜。啊，瘦脸关了，再把大眼关。OK， 好了，弄完了。哎，没有炸鸡翅吗？那个是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好了，关了，乖，吃吗？哎，为什么？嗯，你们在干啥？我是不是并不是一个鸽子王？我是不是说到做到？快看着点，我看不过来了。嗯。我没有鸽你们，怎么了？下次有用，因为之前总是没找到合适的时间点来跟你们聊天。哎，我说啥呢？看不过来了。好久没有直播了，我们有多久没有？一年了吧？一年这么久吗？那不是去年生日吧？嗯。哇，一年多嘞！谁说我是歌王的？可不是。他们明显生疏了，不是，是看到你们太激动了。对，我今天有工作，一年一次，怎么是歌王呢？我可是答应好你们的。饿了，快去吃饭吧。解锁了。生日直播还没有补，这个不就是吗？
宝贝，你不要跑，说话要负责任。我这不是来了吗 ？Thank you。啊，没有可乐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不浪费每一次装。你们不要这么安静，你们这样搞得我有点害怕。有人在说唱歌。哦，唱歌。嗯，有人想听你唱歌。唱啥子哦？想听什么吗？想听啥？你们？我把奶茶戒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已经有，我有半个月没有喝奶茶了，我太厉害了。办公，嗯，好的，放心。还有什么？嗯哼，还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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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让你上才艺，姐姐。上才艺。你有什么才艺？嗯，给大家劈个叉吧。穿了一条。健美裤，我今天穿了一条健美裤。他们说不用了，不用劈叉了。开玩笑的，那么认真。直播说我吃奖，哦对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前两天不是录跑男吗，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，然后哈拉了几句，完了之后说，哎，红姐你过两天是不是要直播，我说对啊，他说大概什么时候，我说快了，就最近，他说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你要问啥呀，然后他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，我说没关系，我说你别紧张，一会儿你说你要问什么，我以为他要问什么很劲爆的消息，你知道吗，他问了一句啥，他说那你直播的时候会吃墙皮吗？你知道吗？就那小男孩，就问我要照片那男孩，我都惊了，我还得跟他去解释。我说我那个时候，我真的不记事儿。我那个时候也就两三岁，非常小。你现在让我回想起来，我只有零星的那么一点点小印象。然后是我长大了之后，我妈说起这事儿来着，我说哦，我感觉我小时候蹲在那个。我们家那个大院门口那儿，可是那不是小孩啥也不懂，这怎么关我什么事儿呢？李雪的行为，李一桐不需要负责。什么？快递。真的笑死了！直播怎么会吃墙皮？直播当然要吃好吃的呀。嗯，吃头痛。你赶紧给李一桐道歉。嗯，对不起，李一桐，啊、哦、不是，啊、哦、对。李雪给李一桐道歉。李雪快给李一桐道歉。那小时候，太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了。什么？想直播看我吃肥皂？我不是吃过。你们看了吧？放了吗？放。应该放了。舒服的，哎，而且我那天朋友来我家，然后他一进门，我前两天这不是过敏吗，然后就看医生，看医生，医生给我开了一堆药，然后朋友一进门，他俩就这么直勾勾看着我，就抱了一块舒服的，说你在干什么，我说我在吃香皂啊，我说医生说吃点香皂，我说有助于那个去敏脱敏，然后就笑了一下，然后他立刻拿出了百度帮我查，说你不要乱吃，那个是会中毒的。我说真的，我说医生告诉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吃，就是去这块脱敏的。然后他就查，然后真的有些人就是吃，然后好像是要清肠啊，还是怎么着，不是好了。结果那个是全全给我买的那个舒肤佳巧克力，舒肤佳白巧克力，
那玩意儿好吃吗？这巧克力说实话并不好吃，就那个特劣质的。我怎么满嘴跑火车了？这不是开个玩笑吗？半个月不算戒奶茶，半个月还不算戒，那多久算戒呀？哎，你们别光看着我，你们也一边吃一边来呗，好不好？要不咱这样怪尴尬的，就我一个人吃。乌云玉角月有没有二？嗯，还没有。我看到这个问题，你想用油手？嗯，晚上要洗头的嘛，好吗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，你们也去吃。嗯，准备。沙县小吃好吃吗？嗯，太好吃了！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去三峡，你们去三明，你们去三明有一家酒店叫做君，叫什么？别说啊，不说好，不不不不不不不说什么酒店，你们去的时候私信我，我告诉你们在哪。我跟你说，那天上了这么大一盆，上了这么大一盆，这这么大。然后呢，我跟仙宁就在那儿吃，我俩在那儿说哇这个好好吃，然后没有人理我们。后来我就觉得必须要让大家分享，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就说你们必须每个人尝一口，我说快点夹。然后他们一人夹了一口，不过一会儿一会儿就没了。那道菜叫做芋头蒸排骨，太好吃了。他们说私信可还是这样吧，我们留言里告诉你们谁在那儿，谁真的在那儿。然后沙县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小吃很好吃，然后大家好热情，很开心。那天跑了一整天，到现在我还浑身酸痛。姐姐最近进组了吗？还没有。还会在飞机，他说你要吓人去上课了。我还特意挑这个点，我说想什么？让你唱歌，宝贝。下一个是古装吗？应该可能。今天妈妈过生日啊！祝阿姨生日快乐。好好吃啊。嗯，还你看了什么？唱，你问问。嗯，大家还说什么？哎，说到吃播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每天晚上，因为有时候要减肥，然后晚上会饿的睡不着觉，我就会打开吃播看他吃播的那些视频，我觉得就可以望梅止渴。你们回家试试吧。这样的脱口秀，我昨天跟你们讲，我昨天看了听了一夜，我就放在耳边。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失眠了，然后我在想失眠怎么办呢，我失眠了，我床头有本书，然后看了几页，我觉得不行，完全没有用，睡不着觉。我通常看一会儿就睡着，昨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然后又打开了那个
脱口秀，我一直在听，就放在枕边。两点过去了，三点过去了，四点过去了，当我在醒来的时候，五点半的时候还在放着它，还在讲。不会更饿吗？嗯，会饿，但是看着他吃就觉得很过瘾。所以如果想控制的话，大家就是尽量在六点吧，六点之后就，或者七点之后就少吃东西，尽量就别吃，别吃了。我都快把夜宵戒掉了，我太健康了现在。我啥时候进去？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吧。对，我爱吃鸡翅，我果吃鸡腿。还什么？嗯，狂飙要么，狂飙快了，朋友们，应该。我不敢说肯定的话，现在，因为也不是我做主。唱歌吧。好，你们饿了是吗？我要吃一口，不吃了，免得他们都没吃。你们快去吃饭呀，饿的。九儿呢？九儿，九儿应该也大概在不久的将来，应该也快了。嗯，可爱的囧儿，囧儿是我最不虐的一部戏，也不能说不虐，哭的最少的一部戏，对吧？我最近还研发了几个菜品，嗯，有一个香菜炒牛肉。香菜炒牛肉好好吃，我做的非常棒，简直了，颠覆我对我自己的想象。大家说什么？大家变短。对啊，我现在头发就是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我想长的时候就长，想短的时候就短。而且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我女生留头发呀，就是通常留到这个，就是剪短之后就一直说剪头发有瘾，不是说不想留，就其实真的是留不长，因为一长到这儿的时候，它就会这样翘起来，它就这样了，就是窝在那儿，就很难看，所以就是总要在这个位置上给它剪到这个最适中的位置上。喜欢长发还是短发？我什么发色？我现在就是没有发色，自己的发色有点发棕，我头发原本就喜欢光头。你是谁？我来要念一下你的 ID 名字。哎，对，我前两天，哎，那个不就有点像光头吗？我前两天办了那个什么朱棣警官，然后呢他要戴那个头套，然后就把你头发全部都勒得很紧，然后勒得就像一个光头一样，到时候放给你们看哈，满足那个说喜欢光头的那朋友。先预览一下给大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。我们拍了好几天，不是好几天，是前好几天。你看，别翻出你手机里什么不该翻的照片。没有，把你男朋友翻出来，传说中的男朋友。看都是圈圈，啥玩意儿？
有主的军官，哎呦，吓死我！这不什么？你手机里到底有些什么？没有，这不是你吗？他们都会慢放的，然后拔出来，给你都给你深挖出来。什么？截到那一针，还是这个？今天化妆，我们公司有叫什么？哦，你们看过元宝对不对？然后这叫圆满，他好喜欢我哦，他一直在跟我贴贴，就是我化妆的时候，他这样埋进我的怀里，他把头埋进我的怀里，好可爱。然后他的头就这么一点点。要不要我再看一看？看什么？啊，好，圆满，一小圆满。然后你看，姐姐贴贴，然后香香的，就把他涂，他香香的。不错，你们给他整理的哈。然后我无意在画，无意在玩羊了个羊。说到羊了个羊，自证一下，气死我了。其实我已经得了，哎，你们玩吗？你们得羊了吗？我已经得了七只喽。然后前两天躺在床上洗完澡，然后就玩，然后就过了第三把的时候，我说太厉害了，我说三把就过。然后我就截图想发到我们的群里面，然后嘚瑟一下，因为有两个人一次都没有过过，但他们比我好几天，我感觉有半个月吧，早玩半个月，他们一只羊都没有。我说这不是很简单吗？我说我有三只羊都是一把就过了。我说这个怎么，我这到底是智商问题还是什么问题？等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就想截图给他们看。当我截下图来，就剩下最后一个那个是。留了个是小羊毛，然后我就想发到群里，回来之后他不给我发羊，然后系统就定在那儿了。来吧，气死我了。羊了个羊，你欠我一只羊。你来啦，宝贝，给大家看看你。哎，你怎么又躲起来了？哎，哦，好可爱啊。他今天就这样。哎，你今天再钻一下，哎呦！他可以这样趴着你身上。哦，你去哪儿啊？你过来，宝贝。啊，你过来，给大家看看你。你想吃鸡翅吗？给大家看看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圆满，我的哥哥叫元宝，是哥哥吗？我的哥哥叫元宝，但是自从我来了之后，元宝就失宠了，所以说我现在是最得宠的小公举。可爱不可爱？怎么了？镜头恐惧症啊！他抓我，他恐惧，他社恐。他怎么了？他害怕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看到他自己，他可能没有照过镜子。真的，他，我跟你说，他上午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我化妆的时候，我们早上拍片，然后后面也是一堆人，然后今天公司来很多人嘛，然后摄影师啊什么的，大家都在呼啦啦的，他好像就有点害怕。哎，他去哪儿了？躲起来。然后他就躲在那个后面，但是我一出来化妆，他就把那个小头埋到我的胸怀里。怎么会想赢？好可爱呀！你不要害怕。他真的有点害怕，他有点，他躲，算了，他怕生。竟然社恐。你平时多带带他，让他练练。我们的猫怎么可以社恐呢？说啥？什么过？什么不是所有人？我不是社牛。他们问全有男朋友了吗？啊！我不告诉你。你们私信问他吧。他的 ID 是……别说，表演才艺吧。小卷卷子，表演才艺吧。表演什么才艺？
他说你不是已婚带娃了吗？那你别八卦别。他带的就是我这个娃，我这个宝宝，我是他的大宝。那玩儿是我的。行。啊！哎，你们真的好夸张！跟你们，他们给我准备了道具。哎，这个好像一团雪啊，好舒服啊！喂。哎，你们现场制作一个 KTV， 我随机放一首歌，你随机唱吧。不是啊，你就我看大家想听什么？点歌。粤语歌。哎呀，怎么总是有人说是迷你山的？那唱一首吧，要不？No。迷你闪电是我录的第一首歌，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感觉不知道，我总觉得那首歌像一个男生唱的，就是中气很足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个好像还没有，就是我们这种业余的人去录歌啊，就感觉有时候老师跟你讲就是讲不通你。然后我那首歌录完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平时感觉声音不一样，然后还像那种圆舞曲。还卡吗？嗯。来，来来。嗯，好。好了，呜。同志们卡了，为什么每次都卡呀？气死我了！哎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哦，我说搞一个那个啥吧，搞一首歌，里面什么歌都有吧。我们就整一个情歌大聚集，情歌王吧，情歌王来了。你们玩过这个吗？好奇怪，在这儿搞唱歌，还拿个麦，我看怎么这么多。当当，你们知道这首歌在 KTV 点，我们其实通常都是用来玩游戏的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。只要是一个人唱这首歌，有12分38秒，唱完之后一定会对。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让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，你说什么都错，如果这就是爱。他怎么老踢我啊？怎么了？快点把放了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就算留你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，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。哟，他怎么那么 Q 他这样的？快截图呀！快去，你怎么还怼我？下唱哪儿了？来，我们一起唱，朋友们，二楼的朋友们，唱起来，把麦给你们。原来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哎呀，太长了，我看看有什么。这歌你们都听过吗？他们说清唱，我怕他们在说什么。懂了，记不住词儿了。我唱歌永远记不住词。我有时候我会背好几天，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我唱歌没有八水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。唱给你们。好想好想和你们在一起。哇哦，来了。
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说，现在才过去两分钟。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毁灭，从今那几年旅行了一年。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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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， 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。 Oh，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是想要多。啊，他也来了，他哥哥来了。是看破，是软弱，这结果是爱是恨，或者是什么？元宝也来了，元宝来了。元宝他有点，你社恐吗？他社恐吗？元宝你看这谁，哎呦别走，如果你说，对，他憨憨的，他好像就是，哎，我觉得他是不是就是觉得自己失宠，所以他会不高兴。他好像有一段时高不高兴一段时间啊，就是因为元宝是一个比较憨憨的，他是一个内向的小朋友。然后呢，元满呢是不灵灵的，就每天很调皮。虽然刚刚有点那个不太带劲哈，刚刚有点社恐，但是他平时就是非常的活跃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元宝就伤心了。唱到哪儿了？原来你当时我划水。我不要想离别，怎么这么长啊？听着聊天吧。我的心等着迎接胜利。好了，你觉得？我看后面还有什么歌。好，太长了，太长喽，音乐声音太大了，继续唱。唱什么？用的什么底妆？今天化妆老师帮我化的妆。我用的什么底妆？今天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冬天一定要用稍微润一点的，要不然很容易起干皮卡粉。啊，我又变成了一个美妆博主。什么？你们还想听什么？其实我，谁拉屎？圆满没拉屎，在哪拉呀？在他的厕所。圆满在拉屎。圆满，你出名了，你拉屎了。他很可爱，他很调皮。我们来聊天吧，宝贝们。关了，哎，这个，所以它出来是什么声音呢？没静音，没静音，不是，哦，没听，
好的，这个毛毛好舒服啊。我最近怎么总过敏啊？因为我去医院看了，然后那个我是口周皮炎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长期可能是休息，跟休息有关，跟饮食也有关，可能跟这个化妆品也有关。哎，可逗了，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北京小姐姐，那个大夫是，然后他问我，他说你这个尽量控制一下，就是每天几点几点睡觉，然后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吃什么什么，不能吃辣的，不能吃啥啥啥，然后每天记得吃药，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再化妆了。然后我那天哎，我好像是化了，对对对，有那天化妆，他说你不要化妆，他说这个很伤害你这个皮肤，尤其你这块一直过敏还没有好。然后我说我的工作需要，我说我不能不化妆。他说怎么的，姑娘就这么爱美，不化妆你不能出门是吗？然后一下给我怼那儿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就平时就盖一盖吧。啊，为什么有人跟我说生日快乐？比个耶，这个耶我已经比了几十年了。比个心，你们截图是吗？快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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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比个心，比个耶。高三好累，加油！谁又能那么轻轻松松成功呢？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是什么？小宝宝，加油！蓝牙已断开。但是每次看到你们，我每次翻那个微信的翻私信的时候，看到你们分享的自己的事儿啊，什么什么考试没考好啊，然后怎么哦，是那个麦。然后什么跟好朋友闹别扭啦，或者有什么喜悦的分享啊，或者是哪个妈妈生宝宝啦，然后看的都好开心。我看你们分享的事情给我。蓝牙已连接。啊？不用，就放那边就行了。它会串音是吗？不是，他想放首歌。你放首歌，放点背景音乐。想看马甲线 ，OK 啊。开个玩笑，我现在就一块儿。彤彤最近会染新发色吗？不会。哎，我感觉今天的颜色，因为可能是这个光，因为是这个光，它有一点点泛绿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。光的原因。大家都下班了。我今天一到公司来，我说哇塞，我也好想坐班哦，感觉这种环境里每天都挺幸福的，但是就是不能早起打卡。你们下班了吗？放学了吗？吃饭了吗？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。宝贝，这次去跑男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太开心了。哎，我感觉我这次录我不是游戏黑洞了，朋友们，我好像逆转了。我这一个星期的运都用在前两天的跑男了。快过 Q 一下，我看不过来了。双十一买东西吗？每天都在买啊。对，我最近好像真的，尤其是休息这一段时间来，因为前几年感觉很少有买东西购物的，就心情也好，时间也好，这段时间
你有人说你玩具很多，他怎么看到的呢？半句半半是，他怎么可能看到呢？是你自己硬 Q 的吧？真的，我就知道你想硬 Q 你的玩具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全全他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宝宝吧？不是说你是我的家长吗？你看，他今天给我准备了一个，这是什么？里面的面呢？面条呢？今天给我做了好几个饺子。你看你们喜欢哪个颜色？啊，这里面还有馅儿啊！这是什么？我已经把你毁了。你要艺考，祝你艺考成功。OK， 祝你成功，加油！人家问你最近有看的电影吗？有，看了很多。看的我每天晚上都被感动，然后一边哭，然后一边睡，第二天眼睛肿的，像个孩童一样。但是也有笑哭的时候，看脱口秀真笑死，真太好笑。啊！哎呀！什么？前面大家看到这个？这个做面条的这个，哎，但是我小时候也是爱玩这个，慢慢摇，跟猪同框了。哎呦，我出来了！哈哈哈哈！猪吐了。加油！看到这个猪的朋友们，一定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，逢考必过，赚大钱、发大财！你来啦！啊，他在喝水，宝贝，这是我喝的。他喝了一杯。啊？让我在哪儿合影啊？你自拍一个吧，跟他。不是祝大家。这自拍感觉没有屏幕里面漂亮啊！你现场 P 一下，现场 P 一下，哦，让我拍个照。什么？跟你的玩具合影啊？跟你做面条。啊？他都。嗯，按不动。好，拿走。还挺香哎，可以让猪吸回去吗？猪怎么吸回去？吓死我了！你又要搞？看到他，没看到他，必好运。呵呵，全身偷手机，说我胆子小。哎呦！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好。我可会擀饺子皮了。我的饺子皮擀的是又大又圆，薄厚适中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问我牙崩了没有？那不是前年的事儿了吗？我还能每次上跑男都崩牙。不过他们那天真的在问我，人们的导演都不知道，他说啊，这次不会牙崩。对对对，他们好紧张你知道吗？因为上一次姚导不知道我崩了，然后那天我们晚上聚餐的时候吃饭，他过来我们两个一边喝一边聊，然后他说啊，彤彤，你竟然上一次牙崩了，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么严重的事情？你当时要是豁着牙怎么办？我说我拿了502。
然后他们当时就怕我用那个502中毒，就立马去那个百度上查，但是这么少的量不会中毒。这不也是他们？嘴粘住了，嘴怎么会粘住呢？其实我上一次录的那一次，就是我们黄河篇的时候，我前一天晚上，你们不知道我有多惊险，我前一天晚上12点我在屋里面啃鸡爪子，我把我的牙给崩掉了，但是那鸡爪子并不硬，它就是一个寸劲儿，因为我之前牙根就断了嘛，啪，然后就是这颗牙，然后整个豁了。我在想完了，我说明天6点钟起来化妆，一大早就开始录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马上联系节目组，就给我们找了一个夜间的，是吧？他们专门为我们就专门跑了一趟，医生真的天使，都太好了。然后过来之后就用那个什么纸胶啊，那叫就是粘牙的那种。对，我立刻没事，我扶一下，然后就给我听我说完，别吵。然后就给我粘上了，但是我总有一种第六感，我第二天录节目的时候，我觉得还会掉，因为你总要吃饭啊，我就怕它不稳，我就连夜让他们给我订了两只502，然后订了我拿着吧，订了502之后呢，哎，一上午都没事儿，吃完早餐，然后录了前面一段也没事儿，就当我们玩游戏中午那段有大肉什么大排骨在那个大。那帐篷吧，那是大蒙古包嘛，那个是在那里面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吃得很开，然后我也吃得很开，我在啃骨头，然后啪一下又掉了，那个无数的摄像头就在那怼着你，然后我就，然后我旁边坐 baby， 我说我那个我去一趟厕所，然后他说你干啥去？我说我去粘牙，我说我牙掉了，他说你用啥粘？我说我带了502，他说你太牛了。然后我说别到时候我在那很腼腆了，我说人家以为你一通说什么怎么就不吃呢，其实我是牙掉，这太绝了，这经历一辈子忘不了。然后这个现在他们节目组一看到我就想问我的牙，就来问候我的牙，就害怕我再蹦，哎，我腿都坐麻，哎呦，差不多。OK， 我们快拍了是吗？好，我们再聊一会儿，我们就继续去工作了。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你在唠，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？是不是唠不够？以后尽量经常安排一下。希望下一个剧比下一个直播来的要快。许愿成功，我要去干嘛？因为我们还有拍摄一会儿。快，大家说什么？哎，好多朋友问我去不去东北，我好想去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，然后好想去滑雪、去看冰灯，我太想去了。怎么办？谁邀请我去啊？谁邀请我去啊？因为我喜欢冬天多过夏天。你看，是想吃东北的东西吧？快再找。想听我说四川话，不会讲。四川嘞？说啥子哦？是么什么？好啊，邀请我去哈尔滨。反正东北我每个城市都没去过，会说东北话还不好说呀，这么简单吗？东北话那咔咔就来呀，东北话是最容易这个传染给每个人的，他的那个太厉害了。我以前宿舍有一个东北女孩，然后整个宿舍都在说东北话。这个人说姐姐，我是连考考了全是第一。
为你点赞，棒棒的。继续哈，加油，加油！我现在在横店，我不在横店，我现在在北京。什么高考？还有啥？好多，有生日的，有高考的，有中考的。嗯、生日快乐，高考加油，考试加油，逢考必过，逢考必过，发个功给你们，送上幸运的食物，面条和饺子，甜不醉。还有一个你，天哪，好痒啊！看，绑在横店，但是横店，横店也挺好，什么都有现在。所以你们是喜欢我现代扮相还是古装扮相？哎，我腿都麻了。OK， 我们再唠五分钟。嗯，七点我们就继续干活，我继续干活去了。给我踹飞了，这个拿，这个可是被那个谁舔过喽，被猫猫。嗯，长头发是。有时候短头发久了就想留长头发。还让你分享穿搭呢。OK。还什么？闽南语怎么会哈？这难到我了，朋友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他们在说那个东厂观察笔记，是吧？嗯，我看到你们好多那个的小片段，看得我感觉心痒痒。我还看了一下那个书，《蓝牙已断开》啊，很好看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感觉什么晚会要结束。我们唱一首《难忘今宵》吧，宝宝们。放一下吧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认真啊？哎，这是给我送了一个什么？送了一个躺平，不能躺平，我们要奋斗。躺什么平？躺什么平？快点！还有什么要跟我唠的？我要上班了。蓝牙已连接。你们在搞什么？怎么总是？哎，等一下，开开端端，谁又给我送了一个什么？这什么？那，哎呀，这是送的什么？我真服了你了。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嗯，发大财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。怎么又停了？提前把那个过年的 ID 给录完了。如果好，你看他多可爱，嗯，送出佛系。不服了，
从现在开始不佛了，没有佛系奋斗这一说，奋斗起来就没有佛系的，所以站起来吧朋友们。好了，我哦还有一分钟要上班了。哦，我要上班了朋友们。这不是秋裤，这个是那个一个运动裤，什么打底裤吧叫。你真的让我的整个画风都变了。你我们携元宝和圆满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可以。可是他们两个都，你去把他们俩抓过来。祝大家多拿元宝，圆圆满满。哎，他俩今天怎么？平时这个圆满其实可皮了，他不会这么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他就齁在那儿。来了。哎呦！你抱着吧，你抱着。让他俩在这儿，因为他俩会跑。不会，他俩在这更会跑，是吗？就是你把手放着，我们把它放在地上。哎呦，来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抱着啊，哥哥，好，乖乖。不打架，不打架，乖乖。哎，你看他有猫了，他真的，他俩今天都，你俩今天直播呢，我们在宝贝。好，这个，你在这儿，你在这儿。哎呦，看，你看他俩，好香啊，他俩。来跟大家抬头，来跟哥哥姐姐们说，叔叔阿姨们，大哥大婶们，跟大家说拜拜，强制拜拜。哎哎，怎么都在低着头啊，宝贝？没有没有，他在哈巴。高兴了，他在哈。哦，他真的是不喜欢他。他会吃醋。哦，哥哥吃醋了，哥哥不喜欢妹妹了。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，好不好？拜拜。拜拜，好了，我去上班了，拜拜拜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，那太巧了。